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工厂风水经》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各位企业界朋友弟兄，阿弥陀佛。人伫世间呐，往往诶，拢是伫对立较济。做生意嘛咧对立，哈，啊人甲人中间呢，会对立诶现象是有够济。所以要讲到对立诶，讲未了。过三劫也讲未了，咱今日会讲到风水、工厂嘛，共款。世间呐，有诶大声都赢，细声都惊大声诶。啊，世间呢，恶诶要食善诶，可是啊。真侪人呢，唔知影，会甲咱带厝边头尾，甲咱好朋友，过去是唔是亲情，就好朋友，那唔是甲你某仔囝，唔是甲你老爸，才会带厝边头尾，也是有缘，哈，来斗阵嘛好，也是做企业家的伴，哦，所以各位啊，伫世间呐，修仙呐。咱爱量，爱量这个了解这点的原则。一个人都是从这目睭开始，到乎这个咱的脚啦，身体的外面的这开始，到咱的耳啊开始，人呢看到都要爱，为了达到家己目的呢，想尽办法呢伤害他人呐。若是一个青梅啦，把水甲人相怨妒就少啊。臭鱼人个呢，伊烦恼会少，目睭青梅烦恼嘛少。青梅烦恼少，伊较济着啥啦？我出门无方便，但是伊袂看到世间呐人个面型和五官青面獠牙。啊，伊甲臭鱼人呢，伊袂听到人伫甲骂，所以伊一项烦恼伊减一项个。哦，所以咱人伫世间呐，咱的身躯边都是魔，魔伫倒去，咱的身躯边，咱的身躯边倒去呢，咱的目睭都是魔，咱的耳啊都是魔，咱的鼻都是魔，咱的嘴子都是魔。曾经阿爸伫餐厅咧食饭，好、哦、看了一个咧，哇咧穿甲真漂皮的少年人。好、哦，啊啦，比如我挂咧金丝丝，头毛落啊油油，连裤带夹咧，西装穿个穿个挺挺。啊，去餐厅食饭咧，那只算食自助餐，迄条都快餐咧。啊，快餐咧，食食咧，食一个物件咧，无介意啊。啊，怎咧？这么爱食，无介意，无介意我食，就平下子都，我都含到后边去。遐拄好去伤到一个人，迄个人诶，伊诶，原来毋是普通诶，就软诶，换佚佗啦。啊，遐注视呢，去吓到伊，啊起来找理论，讲你啥个啥？伊讲我无介意，我介意安怎呐？啊，这个咧，红烧这个少年人咧，完了咧，滚老母啦，木者偏你边去，偏工会，公公老。起来，都要过过拼，啊，都去过拍，拍到一个人无成人。我伫坐餐厅呢，看到确实安尼吼，
替这两个人可怜佮同情。一个人气忍袂住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都出手拍啦。到尾嘛是法律上应该会是法律上互相就诉讼。那么这个讲单一个呢，为着讲无好食，安尼就拼去，涵养无够，吼、哦，涵养无够，唔知影受福，不知足，吼、哦，唔知影这个辛辛苦苦呢。众生予咱会当到咱的嘴，予咱食的物件，咱唔知影去受福。这就佛祖所讲的八正道的口、嘴的问题。所以咱的魔呢，对身躯边嘴子。所以啊，咱啊魔伫身躯边，像我身躯边魔嘛，常常对这呢。人讲哎呦，老师，你身躯都无魔，我身躯魔才特别多。我若食了冷的牛奶啊，食了冰的果子啊嘞，我耳仔就胀甲呢。好酒呢，担担袂掉，我迄个毛啊！我若看哦，足好食，反正足好食，我食嘞，哈哈！我耳仔唔照甲呢，毛，互我耳仔照甲皮皮出，安样哦，无安样，安尼愈安尼足艰苦个，迄个是迄个毛，结果两项拢毛，嘴毛甲耳耳腔毛，哦，啊是嫌个我唔敢食，食了嘞，吼、哦，啊嘴子吐了啊等，吼、哦，迄个是毛，所以咱若嘴子啊，咱好啊，运用咱嘴子。咱鼻的，嗯，即只芳，你着带鼻个鼻是哇？鼻的足臭的，第一下去走无咯，去禁驾呢，咸要袂臭去，明仔只红叽叽，一只那笨死性，会是啊，很艰苦嘞。鼻啊，就是无，咱若鼻啊，话拢无鼻到芳味的嘞。哎，我恭喜你，鼻无鼻的芳味嘞，你比别人卡减一项修行的烦恼呀。所以鼻啊，嘛是无，啊，即个皮肤。嘛是毛，是安那皮肤嘛毛嘞？咱的皮肤啊，我穿较好穿个哦，足舒服个哦，毛足油骨嘞哦，哦来穿个足好个。啊，若无嘞，现在在一领一万块、两万块底下，我现股得一千，我一个月的薪水才三万，啊用东用西，我得用心计较，先买顿啊，先借顿啊，阿爸再来分期烦恼。哎，嘛是毛，咱呐初步都在穿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咱伫世间呐，五种的毛：目睭毛、耳仔毛、鼻毛、嘴的毛、嘴子的毛，啊、哦，加这身躯的毛。到最后一个毛上厉害，意识、脑意识的毛。意识的毛呢，时时的，你做哦，我想要得啥，想要创啥，一直在。因为咱人呢，所以有这个五官的意识啊，这个毛啊，拢对着咱身躯边。那么呢，咱人生在行呢，吼、哦，处处含这咯。所以各位是讲生意识，做生意的企业家，工匠风水基本条件，内心的风甲水，风就是咱的思想，水就是去做去行为，咱爱先约束家己，安尼才有资格才过来讲耍的风水。那无呢，咱无得约束家己呢，干来要求什么大明书，干你做风水无效，哎，无效，真嘞。同心为雄心主兵，不配到流星同兵。啊，就是咱的德的问题。咱德若有够者，咱事业一定顺势，合法的安尼扶持。德若无够，去一间工厂的方向，嘿嘿，你的问题到位。好，那么靠者。比如一间大间，跟一间工厂，好，我也一间小间工厂。我门啦，开你只小门只安尼尔呢？我工厂门开安尼，你遐拄咧对面的呢？去工厂较大咧，门大个门，大个门。啊，内底咧工厂啦，起起来，啊，内底咧吼，佮乌人都一个口，吼，工厂起起来呢，一个大门一只。这个大口大虎口，好、哦，这小虎口，好、哦，所以大口吞小口，所以各位啊，咱啊，工厂的门对面嘛足大个，你照细个
一定要吞念。有两种的缺点，对面大，伊的气较旺，气旺咧，上就走入来底咧，走入来底，你气少，即大吞噬。那么大吞噬的现象是安那呢？咱伫做的事业，小股要大股吞，公司内底来股东的啥，敢要小股落大股吞呢？哈，安尼做事业咧，你若伫外面咧，你咧势拢会互大个甲你吞呢，大吞呢。但是这毋是要对方对咱安怎，毋是要对方迄个工厂朋友伫遐咧对咱讲哦，条件做事较大甲咱吞呢？毋是安尼，啊检讨个，咱家己福无够，德无够，才会安尼来。伫个中立工业区。在八九年前啊，咱一个信徒呢，爱我去看一间工厂，去看的时啊，伊原来生意足好个啦。啊，对面起起来了呢，怎定的？吼、哦，怎定的？啊，我去看呢，我哇，你的户口吼，你安尼吼，肉包子打鼓，肉包啊结胶啊脆，落就去扫片，肉包子打鼓，好、啊，你出去就单入去都无呀。我嘿啊！我做安尼是对面起起来，忙做了尔，第二天就感觉啊，安尼感觉诶，第二天啊是啊，感觉做一些工课吼，未好势，未好势，讲未出来，讲未出来就对。结果咧，订单直直订诶，生意直无诶，啊问我要安怎呢？我有一个方法，简单的方法，啊，伊工厂变成迄个真大间。啊！你会较细间，较细间，你会伊个门起来，硬要家己厝变大间，哈、哦！已经工作到到尾安尼，我讲无简单，你甲敲掉，你个嘴看起来，嘴看起来，这个气咧，都我大概手臂啊，都着会当平衡，哈、哦，平衡咧，哈、哦！你门就内底就无紧，这气咧，伊你气咧，一再又损毁。我讲介，诶，老师，安尼擦啦吼。会来偷摕啦！我内底查啦，我讲你无生意要做，查啦偷摕搁较济啦，比查啦偷摕搁较济。你事业做多翘翘，查啦甲你摕有限，伊家己查啦伊欠的嘛摕几项个尔。对啊，但是你规间公司多翘翘，吼、哦，看是打一项口，要听无？要听无？甲人讲，哎呦，老师，唔系啦，看啥办啦？我无法俩。哦，无你做个病大。变起来变大，你是非非未看呢？啊，我你咧就拆掉，啊，到尾都无拆，啊，冻差不多两三个月以后咧，化工公司要解散啊，才搁找着老师做办法，我无法了，我甲你啊，我甲你讲安尼，我甲你担心呢，爱甲你负因果呢，吼、哦，人讲较歹听咧，讲我是甲你赚偌济，我无甲你赚，你现在红包你随在你包。我无讲甲你计较，大家有一个缘，你无包我嘛你过，我嘛欢喜心，大家足欢喜，有一个缘。到这个缘，我都甲你建议，你也无爱，你也无爱。你甲人计较，我查来甲你偷些物件，简单，你来得个 team 去做来嘛。如果安拢无人的车停住来，我安拢无法了，多靠桥好啦，多好啦。啊，就等于多靠桥啊。好、哦，啊，公司就换卖别人去啊，卖别人呢？啊！伊就甲迄、那个即信徒甲伊讲，伊讲啥哩？未，因为我都老师甲讲，我这未做哩啊。吼、哦，啊就头前安那，啊老师叫我安那改，吼、哦，我就加擦啦。干嘛甲买的人呢？伊就拍灰啊，啊拍灰，吼、哦，生意变变叫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人啦，德无够，自然讲的话听袂入面，啊个多口起来才甘愿。这都是跟德有很大关系，所以大嘴吃小嘴。那么有当时啊，咱个信徒建议咧，理由一大堆，一直想办理会，看有啥简单嘞，无可能代志。安尼就安尼，有条法则就真软就软，无啥物讲哦啊，我爱哦啥物其他为一张符啊拼大就好。哪有嘞？我前段时我才欠钱欠啊，去庙去道场呢，吼，啊无你发现去欠到安尼嘞，我符啊画嘞，我就有钱啊，我何必遐艰苦？所以这只人啊，有咩人这嘴，工厂嘛重口，重这个嘴，嘴一千斤，
储存四两，门清金储四两。这句话足重要诶，你来外门拿中，储存四两当年，一定无问题。好，无问题。好，这就是奉劝各位啊，咱德真要紧，德首先，好，咱自然咱智慧会开。定若无够者，你拄着大师大仙嘞，嘛无效，嘛是造成理由一大堆。我迄阵了，我才讲，伊袂掉啊，去带甲买迄个人，我要来改。我讲我今日啊，若甲你开，好多红包，规规规大大包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改，因为这神仙大仙，大仙呢，才会甲你去作官呢，好，你就会改啊。若个现在凊彩啦，因为这个神仙反正唔捌的吼，啊，凊彩的，好，你爱开啊侪钱的。差不多拢安尼，即摆上升的霸台就是安尼啦。咱比如讲，台湾第四代即个风水，也无人讲。我伫三年前我开始，我就讲即风水，阳气风水。啊，你把威安偏僻个先生，吼、哦，迄当时啊，老师啊，你个发袂歹，会利益个社会。我甲你提来专省第四代，吼、哦，来民主台来办。好，大家利益，家家好利益。我好啊，你爱我无条件你去办。啊，办了的社会所需要的毛病到都是遐尼济嘞，个人改善，陆陆续续的，甲当已经放三四百四百外集去啊，四百外集嘞。伫办的时啊，足济众生啦，家己当利益，家己改，家己改善，免开钱。啊，刷嘞嘞，有一挂这条都。同款的五术界正这个都开始嘞，第四代都话照继续讲啊，继续讲伊就话来，我拢讲风水，风水伫讲足济，吼都讲嘞，哪有啥物代志只联络电话几号，哦电话几号卡起的时啊，讲嘞，红包嘞该几万几万，哦创啥爱几万三几万，就这机会去赚钱咯，好、哦、我上简单的免钱，叫大家家己改免钱嘞，嘿嘿。信用度无够，啊！哎呀，见人开大大条的，迄拢真系贵人，啊，结果效哦，全无效，啊！即个怨叹讲，去学什么神仙骗你？即老师啊，你足好哦，你拢无迄个，我安怎好？我哦，你听你讲风水咧吼，我都照你做，吼，拢袂歹。啊，我咧话就讲，啊，老师啊，有啥方法啊？我哦足歹啦吼，我咧歹，原来我听你讲都袂歹。吼、哦，我就感觉都对，啊，我想要安尼改，结果就讲我信心无够，嘿啦，啊无免开钱的嘿，我免开钱哦，嘿啦，我讲你吼、哦、一定去用怪去啊，伊讲嘿，啊就敲电话去，第四台听听就敲电话去，就讲爱安尼改安尼改，按一套你讲4万6，按一超市多少位7万，安那些好无一两趟，我讲恁个越南片真贵个，你就感觉就人就众生就是安尼嘛。好，你若看到爱甲你骗的骗到大条，你会愈过瘾。好，恁家己自己笑的，人无记得众生的毛病。所以咱人啊，德要紧，德高者，自然你会相信正法，相信正法。咱佛唔是爱钱，妄想多多免食饭，啊，伊也免开钱，好、哦，阿弥陀佛也免开钱，咱台票摕去西方袂用呢，去西方袂用，你台票摕去美，用换美金都无相像，佮西方叫做世界，所以你妙法啦，家己去过，好、哦，家己过，所以咱任何代志，莫家己替家己辩解，咱哎，我们相信这法。法师师傅甲咱讲，咱就照法，咱就巧，但最我一定得到利益，因为咱那做这个叫做先生，要叫人改一个厝，开一个钱，若无得到效益的时啊，爱排因果。比如我叫你开起一间厝，后尾我搁开一个，头前搁开一个，开10万、15万，开起无效益的，这15万的借我担呢，因果我担呢。哦，这是各位爱了解这个嘞，好、哦，唔通讲，唉，钱通轻，好、哦，我以上讲这样一个风水的妙法，好、哦，接着咱来靠，靠得先修，一定会拄着贵人甲咱相助，靠得不修，
吼，人力请较好诶名师嘛无效。即个门就是咱诶嘴，工厂诶门。那么工厂诶门啊，土地地势较歹卖呢，咱对大门去敲。吼，咱直接咧，特别讲即门向。吼，工厂诶大门，工厂诶大门诶重要咧，吼，外大门啊，外大门诶。关系一间公司，关系一间工厂，伊个经过足大一点关系。哈、哦，大门呢，对出呢，对入去，敲什么响？啊、哦，拢有一个真简单的原则。首先呢，大门嘛是离不开青龙白虎。咱的工厂门上好拢开两门，比如讲一间工厂遮大间，咱门呢上好呢，咱拢开伫两门上好。开两门，内底不管你是安怎去，吼、哦，内底安怎去呢？吼、哦，咱就开两门，吼、哦，开两门上好尔。你要甲再看卖啦，真正开好门的吼。哦真正开好门咧，到尾也拢冤过一撮。真济，哈、啊。那么两门的原则咧，水量水来开两门，量水来，好你开两门；好水来开两门，好水来，这外大门的原则。好、哦，好水来开中门，凉水来开凉门。啊，你莫讲好水来开好门，搭水唔通啊咧。好水来你也开好门咧，迄、那个吼赚足侪钱，但是嘛了真侪钱。好水你开好水来开好门咧，你员工师傅咧，好迄个歹甲死无人诶。公司若赚钱诶，吼、哦、啊。人家就哦，公司真赚钱诶！公司若无赚钱诶，人家公司钱拢带你边仔去，吼、哦，所以无法度你甲你配合。所以各位工厂界，恁好若开好门诶，恁会当注意，尽量注意。好、哦，这就一个开两门诶原则。咱大门出去，若是开两门，对面。有条啊，电条，咱绝对唔好相对，这是凶。对面电条咧，这都唔通开遮。咱电条会当刷就刷，若袂当刷咧，咱就加闪火柜、闪条啊、闪条啊、闪火柜。条啊在咱的两边，咱的条爱伫两边，哈，条爱伫两边，哈，条唔通伫好边，安尼唔通伫好边。哎、欸，这个是真基本的条件尔。那头前呢，门头前呢有电灯，好、哦、有电话的电灯呢，无要紧，电灯无要紧，门头前电灯无要紧，门对面呢有大樟树啊，大樟树呢，哈、哦，门呢对面呢，比如讲，门对面的是花树。外修，哈、啊，外修无妨就对，无妨，外修也无妨。啊，西修大香，啊，西修大香，哈、啊，咱外大门对出去的，哈、啊，啊，个来咱外大门呢，比如讲像啊外大门，你啊对面呢？好、哦，咱就对遐出去，门遐出去，对面有人厝尾就尖尖嘞。好、哦，尖尖这个呢，叫做朱雀。大香，好、哦，这是黑光官府，官司，黑光官司，好、哦，就一连连，这是大香。咱就换过来，咱就问就换过来，问家己耍，问家己耍，下门过的话，会当看对这个
看什么什么叫过来倒啊？简单，给你瞧，什么鬼门华威？你若讲哦，门跳咯，我这大红符啊，大啥拢无效，但最无效的，吼、哦，只有门华威尔。吼、哦，这个门啊，那钢枪大门门千斤杵四牛当，我当那大门向出来嘞，吼、哦，对是对面只哈滴滴滴来，哎呦！南边人行，好、哦、行，你要对下来的，还是耍武耍，行耍必剑，这必剑行下来，迄站未掉，迄人你啊看，这来哦，这拖下拢冰呢。这头壳拢闭咯，你爱注意看来，这刷来，这上顶，哈破财，哈、哦、这陷阱，陷阱顶顶，这大破财有种种大劫啊，大劫难上来。好、哦，啊完工。都流动，带不了。若是家庭啊，若是徛家的时啊，这种个处处行啊，这个渐渐这个行啊，出来的有干啊，未停。好、哦，心动病，好、哦、高血压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像安尼算。那么你拄到你怎么办？现在都来啊！你厝阁未搬呢？真简单，你只围起来，门围起来，哈、哦，门围起来，你只一动呢，那有只石头较大粒，甲当家，那无你就围起来倒啊。那么你门刷倒一摆，刷中来倒啊。门改遮呢？好，改安尼过咧，这刷都无去啊。好，这个真是简单尔，免讲哦，做法咯，请法师哦，哈哈。台中吼、哦、有一口罩咧吼，啊，这个一徛街吼，就对面罗枪，啊罗枪咧行啊足长枪咧啦，啊大大人安尼，哎呦，三个半暝哎甲安尼哦，安那甲叫叫袂精神，到尾出面头尾玻璃个。弄我破了吼，强人家精神起来，你创啦？无啊那有，挨挨个安尼讲挨。好、哦，我就请法师来上经，好、哦，请红头啊，红头请无法的，换白头，白头请无法的，换光头的。好、哦，啊，就上经哦，母一日烫的啦，结果我就要冲出去。啊，我你讲我哎，就罗枪，这等个行啊呢，吃死我都叫罗枪，锁一带门口这边。哪会痛？这情就安尼啦，行路一步，这行，啊，伊这间厝咧，都遮大间咧，遮明显。好、哦，啊，这行啊，冲来，这行差不多一百米。好、哦，这条索就冲出来嘛，钱搁索，啊，这拢厝，这厝啊，好、哦。这厝就是壁都规个只，这壁都，好、哦，这壁都，这壁都，好、哦，壁都是哼哼多几百啊，好、哦，啊人白白多个多，好、哦，这的，我请法师啦，上轻轻锵锵啊，我无好啦。我讲话，这吼，这个厝伊听不经啦，经伊听不啦。啊，这风经听不啦，你什么经吼，你念咒什么咒啦，你个病嘛无好啦，伊唔听不啦。伊来过夜，这厝也无贵呀，是啊。哦，啊，到尾就唔知安怎处理啊，我唔知。不过吼，这间厝到尾只拢怪呢，无在有大，落枪。
算。好，那么像刚才这里，那哪里有搞威胁到我嘛？威胁嘛，蒙华威嘛，安尼都贵啊，真简单。在去年，哈，去年呢，84年啊，因为咱台北，哈，南口要举办迄场阳台风水的风法，哈，要讲经啊，哈，传法的时，进前呢，哈，啊都，伫国父纪念馆举办一个书道展呐，哈，我写一挂字的，啊，甲人结缘，哈，展览，啊，拄啊来教育部体育署署长呢，甘署长，哈，甘署长非常的注意。啊，再个伊一个朋友，诶囡仔，开始咧，吼，拢个掠火车，安尼吼，啊，即个囡仔未就未开始咧，要甲老爸要分财产，甲老母分财产吼，啊，老爸吼热甲全咧肝癌死翘翘，啊，囡仔吼，即当下都要爱要创，要读大学啦，吼，啊，要分财产，要爱钱，要创，家己莫名其妙，啊，人啦，要来甲催时吼。像书店要去遐看呢，扑一背出袂顶，出袂顶，走去别里就走啊，找无囡仔，吼、哦，真懊恼啊！啊，找到什么心理学甲辅导啊，甲辅导咧，无法咧，就无法咧。啊，有一天，去年后尾刷赞你一个老师，我一朋友进行讲，啊呐，讲话听了，我无法来看，可能伊厝有问题，厝有大问题。结果我去遐看，伫仁爱路，吼、哦，台北仁爱路咧。信义路啊，民生南路，啊，伊这间厝是安尼，好，啊，大门是这个位，归龙门，啊，对面呢，和平，去一栋。到15楼以上，好平。这个白大门出去，白虎抬头，好罗溪柱，好下凡上，囡仔唔听话，囡仔唔听话。啊，所以这日家的老爸去哦，日家死翘翘安尼，啊，腰未放过伊的老爸。我看了咧，我讲这不是囡仔，伊家己歹，伊家己莫名其妙，家己无能为力个，家己欺负家己，就是啊，白虎额头，咱厝出去，向出去，正平那厝足悬的时，就是叫虎额头，悬起虎额头，罗起柱，你若开工厂啊？你阿门对出来，好丫头嘞！王刚得罪你管你咩啊？王刚又莫名其妙，唔是王刚派，伊家都莫名其妙，头家嘛莫名其妙，贵公司拢莫名其妙。好、哦，这就是管理怎样来。那么我讲建议，将门封起来，封起来，门来换回家，换回安尼来嘞，吼、哦，家都弄出，弄出，好、哦、啊，出就对家来。好，我建议啊，啊，今日这个，书店的朋友的太太哈，啊，伊听我这样讲，我好啊，而且转了解了过来，解了了嘞，都无十天嘞，都得要过年啊，吼、哦，反正没要过年啊，过过几天啊，过一个节日，那是母亲节什么节，哎呦，打电话妈妈，母亲节吼，我载你来买物件好不？哎呦，老母说感觉怪怪。感觉因只囝煞怪怪，那是真诶假？吼、哦，啊，真正咧，当个载因老母去迄个百货店啦，啥去买母亲节物件送互妈妈，完全变一个人。啊，真正咧，厝内底电视啊，当个爱钱啦，无就电视弄掉，玻璃弄掉。我去因兜遐看咧，玻璃拢用迄塑胶，有迄、那个迄个啥，迄、那个胶纸啊啥吼，塑胶拢打咧，玻璃全部一半。电视咧，乌白电视弄到外国去耍，好，我讲你改了咧，啊，全囡仔即摆好读毕业啊，好，去年咧，6月7月就毕业啊，毕业即去做兵，安安静静，啊来去年咧，才带来
刷是也带来见我，啊，真乖啊！迄当时是安尼安尼，电波影响着囡仔思想转袂过，家己夹起来，哇，灵之脉，好，哇，灵之脉。所以这个门改了以后呢，真难呢，变良平，这叫闪掉去啊，闪掉囡仔全乖。所以社会啊，真侪不幸的代志，这个类似同款这情形发生。社会真侪这种不幸的代志发生，足侪。所以我也真希望将这一挂法呢，团团的呢，个人有缘的人去听，听听呢，厝个人改，啊改改呢，啊就煞嘛，改改平安啊嘛，社会就祥和嘛。哦，安尼我上大的收入就是社会祥和，社会的安宁，社会成本收当上大尔嘛。哦，这就是讲，咱风水的原则啊，会影响到人。无论你是工厂徛家，拢同款；无论你是大企业家、小企业家，拢同款。人就是人，风水就是风水。人来较偌敖，风水若歹，换了无了偌敖。吼、哦，这真济。啊，有看过一挂身为大官、将军、大官，囡仔唔听话，结果看。哈、啊，甲风水大关系，因为违背着这大自然的法则，违背大自然的法则咧，囡仔唔听话，一日就变成骨头无法大粒。啊，有诶咧，做将军咧，来结缘以后咧，啊，囡仔来，我讲你厝有问题，一进门就问题，啊，你怎么在家里等敲敲敲掉，气候较流顺咧，囡仔全安定咧，奇怪，老师，哪安尼？我都无啥奇怪，咱人看到诶物件咧。直接对目睭去，目睭去对脑子面，对心内心烦，违背着法则，心就烦，所以囡仔就歹。哈，像你大门出去，好面向出去，正面关。那不正面关呢？你公司若开的好势，我输你。哦，大谈大了，哦，你话要误事。含咱的公家机关呢，警察机关嘛同款，我看一寡警察机关呐。原来呢，吼、哦，迄案件有够多，那就玻璃两三年前，哈、哦，两三年前，警察局的一挂木头案呢，接个百外件，木到尾出名片，啊、哦，阿姐，诶，副分局长，啊、哦，甲只乖仔咧，信徒咧，啊、哦，伫遐地方的地主咧，老师也来看下，看，哎呦，做一挂唔对内部咧，无符合就法则个，啊，悄悄啦，悄悄就迄个啦，悄悄啦就紧啦，啊，直直破，直直破，直破，两个月破七十外件掉，七十外件耶，啊，即一挂直直咧无必要，啊，无发生，新的就无发生，旧个直直消掉，啊，社会我当交代，社会啊，即心心安，即嘛是违背着法地理个法则，风水法则，好，我曾经看过，像这个，曾经讲讲。工厂也是等等，哈、哦，对面嘛是钢管呐，拢无啥，拢袂歹。好，工厂呢，顺啊，做生意做顺啊。对啊，啊边呢，伊就赚着钱，边啊一间空地，伊就买起来啊。空地买起来，伊来起呢，伊整个工厂呢，伊这边啊，就甲起一间，哈、哦，起一间叫做大大间的三楼的办公厅。办公厅，去办公厅了，伊只到一楼尔，结果呢，白虎夹头，罗起柱，本来完工吼，这状况感觉真顺心，啊，过来白冰起柱。啊，冰起柱这样来的，好家头这三楼的，啊，这一楼的，好，起起了呢吼，无奇怪，伊工厂原来有一个秘密啦，哈，啊，所以你起了呢，一挂厂商呢，煞拢会走入去内底甲巡，叫卖入去，伊嘛入去，拜托伊就伊嘛入去，就遐巡，
伊外口伊家己想无啊，入去甲顺的时咧，就甲遐师傅讲，东讲西，王刚就弄到遐，王刚一直走，不到遐吼，刚才所有件咁要关起来。啊，有一天呢，伊朋友介绍呢，啊，就一走来问我，我讲你厝的倒，我讲啊，是咯，你起起来。咱人哦，都拿钱啊，赚着，先输加做，工厂下下啊做，下下补，下厝才会补。啊，咱若为了说一哦，赚寡钱呢，先输啦，我无做啊，得无做啊。吼、哦、啊，你自然个家己哦，向家己辛苦啊，起一间好厝来享受啊。我讲你免惊魔镜未来，啊，伊的开始的买滴地啊。好、哦，啊，就起三楼关起啊！啊，牙头哈到个都到位啊！啊，问我要安怎？我无法哩。你厝关都关了嘛？关都关了要哪？嘛未听你啊！好、哦，伊讲我这个未调无？啊，赶快你好评，未调嘛好评。好，到边啦。好，我你另个找明珠啦，我无法哩，还是得要哪改？好、哦，你这哩关。好、哦，无你卡掉卡 A 啊，啊唔知有卡无卡，我唔知。好、哦，刚才做了无个水，我你吼哪里都靠桥。所以，咱呐赚着钱啊，往往赚着钱啊，先输加做我，加减做我，好、哦，家己要想来享受嘞，用减外包紧。迄间办公厅我开偌济钱诶，起足水诶。好、哦，往往啊，咱呐厝内有钱诶时，一定要起一间较亲像人诶。去较亲像人咧，你就有当时啊，伫咱的所在，那假使要两平咧，好你就100分。你啊这边两平就100分，非常好。结果换家咧，对吧？好换这边咧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工厂的代志啊，好，哎，迄个大门，那么你大门，我拄只有大门1000斤，这新鲜一个老师大门干嘛都改？我确实无法度解，我无安尼啦吼。你看我都对这边出入无？对这边出入无？结果对这边出入啊！老师啊，对面路枪诶，真正路枪，遮厝，啊，遮路拄啊遮来，都是这间厝人未住咧，人未走未掉咧，你才起来买起来。啊，买起来，你开向这边路枪，伊嘛知影路枪，伊将开这边。那么想好办法的，你那不要卡住一楼，啊，那无的，你这塔悬平悬，塔开平悬呢，都冰晶的呀，那无的，好丫头，真讨厌，好、哦，这就是讲门有当时会盖的，有当时啊未盖的，门就是咱的嘴，门就是咱的嘴，好、哦，我要这门呢，钢枪门。对面呢，都两间厝，好，两间厝，这巷啊，红灰巷，这一刀，这是刀。啊，这个是钱，所以这个厝吼，真侪人住了安尼呢，真袂大嘞，真袂大嘞。哎，大嘞嘞，迄工人人家来又搁咧压袂你，做事啊工厂你若开安尼嘞是啊，你生意啊做到多翘翘，包死的，嘛是简单换位，但是爱换位注意，你若换只来嘞，哎，渐渐搁租车。好，个租车又个未通，啊，那么只有一档，你改玄关，改安尼去呗，好，改安尼个向安尼去，你看慢慢拄着渐渐的，你改安尼来，好，门呢，门伫这里围起来，安尼来，安尼，好，那么你向出去呢，咱普通是门向要开什么向呢？咱无一定爱请先生看，
吼、哦，唔是讲请神仙来哦，你什么名？你爱下什么香？唔对去啊。咱普通门诶，咱来看目睭磕磕点点，目睭闭紧，咱感觉足舒服诶无？啊，咱挖出去，门出去，门向出去，你看出去一定爱开朗，一定爱真开朗，唔通讲画出去真杂，真恶杂，恶杂事业一定袂顺诶。咱来向出去涂骹对面的涂骹乱七八糟咧，乱堆诶咧，你生意百分之百一定袂顺诶啦，问题一定足多。那么咱呢，画个较看清气的，手啊水水红红的，嘴嘴迄个嘴型的看会到的，吼、哦，嘴角嘴看会到上好。那边呢，马吉咱看出真开朗，起码是足好诶，迄梦想都拢好诶。里边讲我车先生爱啥物事，无爱啥物事，只要你我看，嗯，足舒服诶，你甲开一定无唔对诶。我扎过扎啦，扎过真侪，即个例子扎过扎啦。好，现在你阿向阿咧出哩，向阿出哩，哦，头前真看起码是足好诶。咱人起码是出门，那起码是好咧，表示出门顺心，表示出门都贵人，就足简单诶方法。出门起码是好诶时啊，都贵人；出门起码是歹啊，你讲啥物啥物命了，有啥物命了，一个无命。好，这就我本人啊，经验真侪年啊。好，这么多年的那个，好，另外还是这样，大门出去，好，咱就水沟啊，水沟水，好，水沟水咧，拄拄安尼来，只水沟水拄啊来，啊只拄啊头就拄弯出去，好门咧，你一你刚敲门向安尼，水都翻江出去，水弯出去啥？反江水，反目无情，哈、哦，破财，哈、哦，破财，哈、哦，年年，破财年年，这反江真济人，咱哦，怎么食暗亏？嘿，食暗亏安出哩？哈、哦，安尼写出哩，暗会食暗亏，哈、哦，所以各位咱这厝啊。你啊，紧嘞！爱盖迄个大门，你莫照安尼用。但做一定嘞，你呐想尽办法嘞。你呐，你甲师傅盖一只过来嘛，袂使了。你盖安尼嘛顺水流。那么你就只有我所讲的方法嘞。你看来盖处处，哈、啊，你安尼门门条条块只，门条条块只扎嘞。安尼嘞，水就用，呀，水神就挖来啊，水神就收挖来。当然啦，你向头前啦有角嘛袂使就对啦，也是有刀嘛袂使，你尽量向甲讲，也无看到出角，也无看到这一个壁刀，也无看到电线条啊，吼、哦，也无看到围墙啊角，拢无就对。你感觉看得清清啊是啊，你向安尼个热水安尼就对啊，安尼真简单的桥呢，吼、哦，你免一定讲哦，我爱徛什么挂，免想，你看看目睭变强起来，足舒服就对啊，所以。风水会对嘞，对目睭这边，好目睭嘞，来感觉对脑下来，才对心，才翻嘞。你若是安尼翻江的时啊，你想想嘞，或者会翻目无情，门啊就向安出去嘞，你会翻目无情，咱就该向安尼嘞，该向安尼嘞，收这来的水，收来的水，安尼都无输啊，安点都好。好，这一有诶会发生的代志，好，真侪人这都是计划路啊，好。都是叫真侪迄种个厝啊，都起着安尼。哈，啊，要种嘞，好多翻江水，大门，水翻江，大门安尼。哦，你大门向向遮个时啊，好多翻江水。翻江水，翻江水嘛是翻目无情。出来底那徛街啊，哎嘛拄着翻目无情。或者讲你出来底安尼做生意，出去所当着，拄
当当着嘞，朋友弟兄，吼、哦，嘛是反面无情，好、哦，反面无情，这就是门外门外大门。那么对了，再来，我教过的方法，你呢？嘛是，你安尼呢？你可能有做反面无情，你呢？只有来敲安尼。会当向水来，向着来水，水向来水安尼来，收这来水，好收来水呢，电都好，你门盖着都好啊。钢枪片换，好说叫门清金，厝四娘，好门清金，厝四娘，好这破解法，甲输水来对这来。啊！你换这边，土地牺牲挂，安尼，好、哦，你最好对才来，好、哦，最好对才来，好、哦，门清金，厝四娘，还真简单，反正就反正，逆水，瞧嘞，那反江，反江弯过来，反江弯过来嘞，我来瞧向安尼，水也来，我来向安尼，你还来我向安尼。啊，你都拢过啊！好、哦，免讲一定哦，我爱安尼开安尼坐，哼，不好，好、哦、不好，好、哦、我再过再来，好、哦，我刚将来出来滴胡啊大几片，哦，我讲你胡啊免钱哦，嘿，一熟熟啊印嘞，一天一张都免五千钱诶，好、哦，哎，大几嘞了，我恁兜也无贵啊，你带啥？唉，这就是讲，哎，问诶原理，问哦。我后者咧，可能这个门的时间咧，我会讲较侪时间，因为门咧甲厝向拢共一个原则，门着咱的嘴，哈、啊，咱的嘴，哈、啊，咱的嘴若对，咱讲话就会正，哈、啊，食物件就会正。咱嘴若唔对，讲话就反面无情，哈、啊，话就讲白白，就反面无情，哈、啊。咱有嘴若门若唔对咧，嘴反僵咧，咱咧路反僵，嘴反僵的时啊，咱嘴咧讲话咧白白，反去反倒。做生意就一定会了钱，吼、哦！啊，头脑未经过头脑去想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咧讲话无应该答应的，互我答应，啊，应该交要求的咧，无要求，哦，这就是讲咱的嘴的问题，嘴的问题，吼、哦！所以今日咱这个时间咧，好、哦，甲各位介绍咱的阳气。好、哦，风水这个叫做工厂风水经呢，希望咱的企业嘛好，在家嘛好，也是要开始要搁经营企业的，也是要经营工厂的，是奉神帝是生理，生理界好朋友啊，大家呀、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会当做一个参考，哈、哦，希望大家会顺心，祝福各位。